我们看到菩萨戒的补充资料第二章右上角啊，第二章甲二啊，甲二这一颗呢，已经到了丙一的一啊，丙一四重恩，讲到四重恩，大圣本生心地观经卷二报恩品。佛告五百长者，世出世间之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首先呢，我们先要知报父母恩。父母恩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父亲呢，有慈心与乐之恩，母亲有悲心拔苦之恩。小时候，婴儿的时候呢，我们呢遭受什么苦恼呢？只要呢放声大哭，母亲就来帮你处理拔苦啊。母有悲恩。《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父母者三界内最胜福田，在三界里面呢，最殊胜的福田呢，就是父母亲。母悲恩者，若我注释于一节中，说不能尽。母亲呢？悲心拔苦之恩，假如我佛陀啊住在世间，在一劫当中说不能尽等等，是故呢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若人供佛以及呢供养父母，这两种福等无异。我们供养佛陀，供养父母亲，这个福德呢平等，没有差异。应当如是报父母恩。接着知报众生恩，在我们的《梵王戒本》戒本的54页呢，第20，不行放旧戒，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身，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所以众生呢，对我们都有恩呢，知报众生恩。怎么报恩呢？《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菩萨报恩，教一切众生令发菩提心。他们呢，都是我们过去世的父母。《大圣本生心地观经》卷三。众生恩者，即无始来一切众生轮转五道，经历百千劫，于多生中互为父母，互相作为父母呢。以互为父母故，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女人即是悲母。习生生中有大恩故，往习生生世世当中有大恩德的缘故，犹如现在父母之恩平等，没有差别，叫做众生恩。如理思维，一切众生在过去生中对我有恩，今生呢听闻究竟了义的佛法，为报众生恩故，发起清净菩提心，应受菩萨三句戒。所以菩萨所持之戒，我们发心要受持菩萨三句戒，我们所受持的戒法必须要存心。存什么心呢？护持正法，饶益众生。在《瑜伽师地论》卷40，名为菩萨饶益有情戒，首先必须受持如来正法戒。
我们先受持如来正法界，就是小圣的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规范身口意三业的律仪，自行或他，名为菩萨的律仪戒，这是如来正法。大宝积经卷八十八，佛告弥勒菩萨，唯有正法能大利益，唯独有如来正法能够广大利益众生，离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以三知国王恩，在家菩萨，我们在《华王戒本》第三十七页呢，第一，不敬师友戒，若佛子欲受国王位时，应先受菩萨戒。在我们戒条的这个四十八轻里面第一条，四十八轻戒里面呢第一条，不敬师友戒，若佛子欲受国王位时，受诸王轮王位时，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所以呢，了知国王恩。假设呢，有一天呢，哪一天呢，菩萨耶婆塞他当了国王哦，或者当了这个大臣呢、宰官呢，要以正法治国，要以如来正法来治理国家，令百姓安乐，安住于正道，是为略说国王恩。以是知三宝恩，三宝恩者名为不可思议利益众生，无有休息，广如大圣本生心地观经卷三当中所说。我们这里呢大略的讲过去，丙二三句戒讲到了菩萨三句境界。丙一色律戒，色律戒，菩萨应若本业经卷下大众受学品，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一切有情众生呢，他最初进入三宝大海当中呢，是以信心作为根本，没有信心呢，进不来。住在佛家以戒为本，佛弟子安住在佛法大家族，五圣共一家了，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都是佛弟子。有七众的佛弟子安住在佛家，都是以持戒作为根本。三句境界中，律戒是根本啊，律戒是根本哦，本立而道生。七众佛弟子各自所本分，受持律戒，根本建立了，在菩萨道法中修摄一切善法界，修饶益一切有情界，就能够生长安立。它的根本就是律戒。菩萨第十经卷四戒品，律戒者为七众所受戒，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出家，随其所应，是名律戒。三句境界当中的律戒，就是我们前面昨天嘛，三规五戒就是在家菩萨的律戒，三规五戒。出家菩萨呢，随着你是沙弥或者比丘、释迦尼、沙弥尼、比丘尼，随着我们本分所应受持的戒法，都是律戒。
所以律仪戒者为七众佛弟子所受持的戒法，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释迦牟尼增上六法戒，沙弥十戒，沙弥尼十戒，优婆塞五戒，优婆夷五戒，就是律仪戒。在家出家，随其本分所应受持之戒法律仪，是名律仪戒。在家菩萨所持律仪戒，即佛法中的根本五戒一，圈起来，这是住了，以及年三常斋、月六斋所持八关斋戒二。我们看注一，佛说灌顶三规五戒，代配护身咒经卷第三。佛言：十方三世如来至真等正觉，皆由三规五戒得之。从这里看出来呢，三规五戒，这个五戒呢，是佛法的根本。故曰：佛法根本五戒，五戒相经兼要。佛义大师全集里面解释的呢，净饭王就是世尊的父亲，以护王为当机众，而请佛宣说五戒法相，正式表明持五戒法相。第三章，乃是十方三世诸佛之父，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具可乎哉？这个具啊，哪里啦？哪里可以忽视呢？在家菩萨所受持的五戒，是沙弥十戒的根本，也是比丘250戒的根本，也是比丘尼348戒的根本，也是菩萨三聚境界的根本，也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根本，叫做根本五戒。这是我们在家菩萨的律戒。注二，大比丘三千多已，这个注呢，就是说呢，月六斋、年三常斋，也是在家菩萨的律戒。大比丘三千多已卷上，佛弟子者有两种，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在家者出受五戒为本，所以出受三规五戒啊，这是根本，遮三恶趣，遮使我们将来呢不会到三恶道去啊。不管你以前所作所为，你怎么做啊？种种非法的事情，受戒之后，你好好的持戒，因为持戒的威德力呢，遮止三恶道。我们这一生呢，遮止我们命中之后呢，不至三恶去，遮三恶去。受戒以前不要论，你做什么恶业啊？那就是呢，当然有因缘果报呢，但是我们受戒之后，你好好的持戒，好好的持五戒，能够遮三恶趣，以持戒的威德力遮止不堕落三恶趣，求人天福啊，求人天福报，以未能永舍家眷属缘累故。因为呢，还没有能够呢永久的舍离家累眷属，所以呢更加三戒。因为呢在家优婆塞、优婆夷，
还未能永舍家庭眷属的负担，家里姻缘的缠缚，所以更加三戒住前五戒，更加上三条戒。哪三条呢？依照这个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第六，不非时时，过午不食，不超过日正中。第七，不花慢庄严其身及歌舞戏等。第八，不坐卧高广大床。六斋日更加使三戒佐助前面的根本五戒，成为八关斋戒。五戒是不邪淫，开许夫妻的正淫。六斋日受持八戒不淫。第三的不邪淫呢，改成不非凡恨。如诸佛进行受不淫，优婆塞、优婆夷于六斋日受持斋戒，也是一日一夜不淫。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众未来世永出因缘。佛说受十善戒经，八戒斋者，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自出家法。我们在六斋日啊，三常斋月，就是过出家人的生活，修离染行，清净的梵天。佛说耶耆经，耶耆薄佛也，就是耶耆呢是人名呢，一个人呢，一个长者呢，耶耆薄佛也，从今日以往当自改更，当自更改了前面的恶习啊，奉持五戒。他在佛前发愿呢，要奉持三规五戒哟，岁三斋，月六斋，岁就年了，年三常斋月了，每个月的六斋日啊，烧香燃灯，共事三尊，就是共事三宝，身口意不敢复犯。佛言如是大善，你能够如此啊，非常的好啊。佛者法中之师啊，叫人去恶为善，后世常得度脱。佛说此经已，耶耆归家，这个长者啊，回到家里面去啊，即次舍中大小，教次我们房中的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大大小小啊，皆依佛说受五戒，岁三斋，月六斋。你看这个文啊，人家持五戒的时候啊，就是岁三斋，月六斋的呢，八关斋戒的呢。佛事的方规啊，这个居士多么有善根啊。佛说灌顶三规五戒，代配护身咒经，卷第三。长者薄佛禀白佛陀，我从今日改往修来，奉受三规及五戒法，持月六斋，年三常斋。这个长者也是哦。烧香散花，悬杂翻盖，共事三宝，从今已去，不敢复犯，破规戒法，不敢再犯到这个破坏三规五戒之法。人家呢，受持五戒啊，就持岁三斋，月六斋了。接着呢，未曾有因缘经，卷下。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斋，他每个月哦，奉行六斋日啊，六斋日持八关斋戒，六斋之日不得庄严香花服饰。这个话呢，就是波斯匿王说的了，他说给佛听的了，
说我这个第一夫人啊，第一夫人这个茉莉夫人啊，她在六斋之日哦，不得庄严香花服饰，穿得很朴素哦。这个有香气的花啊，这个花蔓啊，她都不佩戴的啦，不得庄严香花服饰。右户不听座舱祭乐，他本来啊可以跟这个波斯匿王啊这个共同在那饮酒作乐啊，但是六斋日都不行，他都没有做。右户不听户禁夫婿爱好之资啊，人家很端正哦，六斋日啊就守口摄心的啦，这个奉持斋戒的。然后呢，佛告王曰，到最后呢，佛陀告诉这个波斯匿王说呢，茉莉夫人在年少时，在她年轻的时候呢，若我不赐令受戒法，假如我呢没有赐令她要受五戒法、月六斋，修智慧者，云何当有今日之德？她怎么会有今日的德恨呢？什么德恨啊？茉莉夫人啊，持五戒、月六斋日、持八关斋戒，修习智慧之德，因戒生定嘛。因为持戒内心安定，因定发慧，就是梵王菩萨戒本三十八页第二，饮酒戒不犯的开源。我们清过戒的第二条了哈，饮酒戒。饮酒不犯戒的开源就是茉莉夫人的公案了，有今日之德啊。经典中波斯匿王他打猎回来了、啊、肚子很饿啊，然而呢这个厨间啊他没有将东西准备好，他挨饿啊就很生气啊，很生气嗔怒啊，欲杀厨间哦，想要将这个厨监杀害，监在厨房的这一位大臣啊。茉莉夫人见到这个机缘啊，哇，我们这个国王啊生气了、啊、要下令杀害众生了哦。为了止息波斯匿王愤怒的心，斋戒日啊跟国王跟波斯匿王饮酒作乐了，他赐令婢女啊准备酒菜跟他饮酒作乐哦，破三条戒，灰食死啊，还有座舱祭乐啊，饮酒啊，免除厨间的命难。如此的誓言呢、啊、详细记载在经中。茉莉夫人饮酒救杀，佛陀赞叹他真持斋戒，他真正受持斋戒了，为了救护众生，免除被杀的难缘，而与王饮酒坐舱祭乐，佛陀赞叹他真正受持斋戒，叫做呢当有今日之德，为众生哦。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律戒者为诸菩萨所受七众别解脱律仪，即是必除戒。这个必除呢是草名啊，关于必除草名含如意。这个必除草，第一体性柔软，第二呢隐慢旁部，它能够隐牵呢慢经啊向两旁分布。第三，馨香远闻啊，它的香气呢，能够遥远的嗅闻。第四，有药草的功能哦，能够治疗身体的疼痛。第五，不背离日光，犹如比丘呢，不背佛日。以比丘之德，比丘的德恨相似的缘故，名比丘为比丘。比丘尼戒，比丘尼戒。正学界释迦牟尼界，勤彻男界沙弥界，勤彻女界沙弥尼界，
净是难解，清净奉事三宝的男子所受持的五戒，清净奉事三宝的女子所受持的五戒，如是七种别谢多戒，依止在家出家二分，如应当知，是名菩萨律戒。所以五戒啊，乃至出家戒，都随着我们的身份啊，都是我们应当受持的律戒。第二，摄善法戒，菩萨第十经卷四戒品，摄善法戒者，为菩萨所受律戒上修大菩提身口意业。修大菩提如同呢幻王戒本七十三页第三十六条不发世界中说，我们的戒本啊，我们会解里面也有了哈，第三十七条不发世界中说，叫做修大菩提。我们的幻王戒本呢，在十七页，十七页第五行，免批的科哈，第三十六，不发世界，这里有讲到。修大菩提，若佛子发誓十大愿以持佛境界作是誓言，宁以此身投赤燃猛火大坑刀山，终不悔换三世诸佛经律，与千里人作不净行。这是第一哈，爱欲啊，这个爱染之事的啊，爱欲染污心的誓言，这一句啊，第一句啊，宁以此身投赤燃猛火大坑刀山，终不悔换三世诸佛经律，与千里人作不净行。这是就着呢，出家的菩萨比丘来说，幻王合住第六卷，此是出家菩萨之所全发，如此的誓愿，出家菩萨比丘完全发起，出家菩萨比丘尼，出家五众菩萨之所完全发起。对着比丘来说嘛，宁以此身投赤燃猛火大坑刀山，终不悔换三世诸佛经律，与切女人作不净行。以比丘尼来说，终不悔换三世诸佛经律，与切男子作不净行。相对的呢，都是出家菩萨之所完全发起，在家菩萨唯于邪淫境发，在家菩萨唯于邪淫境发，正淫非所断也。佛义大师啊，根据义书的解释，根据智者大师义书的解释，说这个誓愿啊，在家菩萨唯独于邪淫的境界发起，不邪淫啊，正淫非所断也，正淫啊，不是在家菩萨所断出的，所以没有那么可怕啦，在家菩萨就断邪淫而已。护作誓愿，宁以热铁罗网千重捉扎缠身，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信心坛月一切衣服，护作誓愿，宁以此口吞热铁丸及大流猛火经百千劫，终不以此破戒之口食于信心坛月百味饮食，
护这些灵异死生卧大流猛火罗网热水地上，终不以此破戒之身，所为行坛月百种床座，护这些灵异死生受三百毛刺身，经一劫二劫，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行星坛月百味医药，护这些灵异死生投热水后经百千劫，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行星坛月千种黄色五彩园林田地。到这个地方呢，第三，不以破戒之身接受恭敬礼拜之事。还有前面的第二，不以破戒之身受用力量之事。到第四，不染污六根之事。第四呢，灵以百千、第三这个地方，灵以铁锤打碎此身，从头至足令如为尘，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行坛月恭敬礼拜。第四，灵以百千热铁大毛挑起两目，终不以此破戒之心，视他好色，这是不染污六根之事了。护作实验，你以百千铁锥参刺耳根，经一劫二劫，终不以此破戒之心，听好音声。护作实验，你以百千刃刀割去其鼻，终不以此破戒之心，贪嗅诸香。护作实验，你以百千刃刀割断其舌，终不以此破戒之心，食人百味尽食。护作实验，你以利斧斩破其身，终不以此破戒之心贪着好处，这是不染污六根之事。这四种呢，自度自利，前面到这里是自度自利的。第五，度生之事，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最后这个地方，护作誓愿，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这是第五度生的誓愿。利他呢，利他自利利他，都成就无上正觉。若无此事回向佛道，前面以来四种誓言呢，只是人天福报而已，或者恶圣小果而已。所以发此誓愿，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就是呢，希望我们呢同成佛道。这是我们这里说的修大菩提，修报大菩提，又如同呢《妙法莲华经》卷三《化成玉品》中说的，愿以此功德，不论你修什么功德，我们都发愿，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菩萨呢要有这个心呢，所修的功德呢，都回向众生，愿同成佛道。修身口意业，以持律戒为本，而得清净。如同《发菩提心经论》卷上说呢，修持戒者，悉净一切身口意业。修持戒恨的人呢，完全都是要清净一切的身口意业，于不善的行为心能舍弃远离，善能呵责恶劣的行为，毁破境界，于小罪中呢心常恐怖。是名菩萨出持戒心，叫做菩萨呢，最初持戒的心呢，未甚恐惧啊，于小罪中心常恐怖。注意，《大智度论》卷九十二，一切菩萨道皆净此三业。我们受了律戒啊，就是清净身口意三业。哦，这是纲要啊，不管你怎么修啊，都是清净身口意三业。
弥勒菩萨有一首偈啦，这个六根清净方为道，说我们六根清净啊，才是修道了。退步原来是向前，前面还有了啊，这个手把秧苗，这个插满田嘛哈，低头便见水中天。在插秧的时候，他是向后面走了，往后退了哈，往后退。插秧的时候啊，往后退，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不是一定要争了，不是一定我一定要走在最前面了，不是了。六根清净方为道，身口味清净才是修道了，不用争了啊，没有人做的我们来做嘛，啊，有人做的让给人家嘛，都是清净身口意业，一切菩萨道皆净此三业。心为业主，我们的心啊是造业的主人哦，如同《南山摄问律含注解本书行中记》卷四三十八页，书故成论云，所以成实论说呢，是三种业皆暂是心呐、啊，身口意三种业都只是心呐、啊。心又称作意，又称作事，都是意业分别，意业的分别了。这三种业皆暂是心，离心无思，离开我们的心呢，也没有思维，没有是心所。离心无身口业，我们身口两种业啊，都是意的，我们的心在主导，意业在主导。又云。身口者乃是造善恶之工具啦，只是工具而已啊，非善恶业的体性哦。菩萨修大菩提，身口意业当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四净行品，若诸菩萨善用其心，恒常如理作意了，善好的运用他的心，善用菩萨的心，则获得一切圣妙功德。注一：于小罪中心常恐怖者，《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所以我们对这个律戒啊，它的止恶修善啊，戒法的开遮持犯，我们在受戒之后，前面受的五戒啊，八关斋戒啊，律的持犯啊，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清楚明了。持就是持，犯就是犯，开源是开源，清楚明了，不然呢？这个是故众生啊，莫轻小恶啊，你不要轻视啊，这小小恶业而已嘛，以为无罪啊，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菩萨告诉我们哦，是名略说一切色善法界，何者是？为菩萨依戒助戒，闻啊修闻思修三会，恭敬师长，这个也是了哈，恭敬师长，礼事供养，有疾病过患者，升起悲悯心，瞻视恭敬。尤婆舍戒经卷五，自心瞻病，说我们菩萨尤婆舍啊，要自心瞻病，要看病啊。将养疗治，照顾病人，教令皈依三宝。他有病了啊，我们去照顾他啊！你要皈依三宝啊，念佛法僧，勤修供养。我们要勤修供养佛法僧啊，为自己栽培福德嘛。
为说病苦皆是往事不善因缘，或是苦报，今当忏悔。还为他说法，为他说呢，我们今生呢、啊，得到这些病苦啊，都是我们过去世不善业的因缘呐、啊，获得如是苦的果报，现在要受苦了啊，今当忏悔，现在应当好好忏悔啊。哦，病者闻理以祸生嗔恚，恶口骂力啊，莫不报之啊，莫然不回报他，莫然忍受啊，不回报他，亦不弃舍，也不舍弃病人，有悲悯心啊，不舍弃他，他需要照顾啊。虽护沾病疗养，慎勿折恩啊，谨慎啊，不要折求恩惠啊，我来照顾你啊，对你有恩啊，你要怎么报答呢？慎勿折恩。若见贫富，他身体健康了哦，心应生喜，内心生起欢喜啊，不求恩报。如此啊，不求恩报哦。如其死矣，当为殡葬。假如他死亡了啊，应当为他处理后事啊，处理殡葬的事情。说法未遇知识眷属，若能如是瞻仰治病，当知是人是大施主。这个菩萨优婆塞啊，这个菩萨他就是大施主啊。真正求学无上菩提之道，一切众生所作功德，心念口言随喜欢悦，要随喜功德。有侵犯者，有人来侵犯菩萨，悉能安然忍受，也要修安忍啊，修忍辱啊。身口意业已作当要做之善法，一切回向无上菩提，都是念到无上菩提啊，不念其他。随时修习种种殊胜的善愿，常生善念，常发善愿。如华严净行品中说，第四章：常勤精进供养三宝，于诸善法心不放逸，念会护持身口境界，以正念智慧来护持身口清净的戒恨，守护收摄六根门，饭食资量，饮食要资量啊，资量知足，亲近善人，依止善知识，自行己过，自己呀、啊，每天要反省自己的过失，有没有过失呢？知已不犯，了之以后啊。不再重犯同样的过失，随其所犯众戒轻戒，于佛菩萨及同行所如法回出。哦，这是摄善法戒啦。于佛菩萨向佛菩萨忏悔，这就是呢两种状况啦。第一种是责心忏，责心忏在佛前呢自责心嘛哈。第二种呢就犯到了根本罪。根本重罪啊，要对佛菩萨忏，以及同行所，同行菩萨所，就是出家的菩萨了。菩萨比丘或菩萨比丘尼都可以，于同行所，如法忏悔灭除。《方广经菩萨戒本》88页。若有犯十重者，应教忏悔，在佛菩萨形象前，日夜60诵十重、48清戒、苦道理、34000佛，得见好相。若17日、237日，乃至1年，要见好相。好相者，佛来摩顶，见光见花，种种异象，变得灭罪。若犯48清戒者，对手忏悔，罪变得灭。第三，好，这个若有犯十重者，第二，注二，我们看注二，犯十重者分为两种。我们《法华经》十重48清戒啊，
十条重罪呢，分成两种：第一，犯根本戒法，忏悔灭罪，如经虚见好像，在佛菩萨形象前，日夜六时诵十众四八千戒，苦道里三世千佛得见好像。换到根本戒法呢，他忏悔灭罪呢，如同经典说的，需要见好像。杀盗淫妄名为根本戒法，三乘所依止安住的缘故啊，如同《大方广十轮经》这一部经啊，它有译本叫做《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啊，这一部经的文义呢，比较容易明了，好懂了、啊，所以我们引这一部经的经文。大方广十轮经卷三，何者是不位于根本法？什么是不位于根本戒法呢？若比丘故淫犯根本罪，按于若优婆塞、优婆夷邪淫，或者呢每个月的六斋日故淫，受持斋戒的日子啊故淫，也是犯根本罪。我们呢受了戒之后，六斋日连三常斋月，我们也要清楚明了了哈。今天是斋日啊，这个月是斋月。像出家众的戒法呢，有晨朝六念法。早上起来哦，明相初啊，就要念到啊，念之日月数啊，念之时处。今天是白月几日啊？黑月几日啊？今天是黑月一日啊，黑月小一日啊。我今日时当然也吃饭了，我今日时谈月时在这里吃饭了，谈月时念到这个问题哈、啊，念之日月数。那我们在家菩萨呢，每天早晨呢、啊、也是要注意的哈、啊，要念之日月数。今天是初八。初八就斋日了嘛，十四、十五也是斋日哦，要注意了，不要忘记了，忘记了怎么办呢、啊？就不好了。啊，这个月是斋月哟、哦，也要注意，养成这个习惯了、啊，每天起来就念之日月数啊，今天是白月几日啊，黑月几日啊，是不是斋日呢？是不是斋月呀、啊？了之清楚。到哪里吃饭啊？我今天上班啊、可能没时间吃饭哦，怎么办啊？早上吃饱一点。中午怎么办啊？哦，早上吃饱了嘛，吃这五谷饭 啊中午我们就准备一杯什么呢？这个果菜汁，营养的果菜汁，这个保温杯、哦、大一点的嘛。那我们喝这一杯的时候呢，可能不用几分钟就喝完了，今天就度过一天了，而且营养充足，你不会说体力衰退啊、哦。今天实在是太累了，那又过午不食，那怎么活下去呢？我们准备的这个果菜汁，苹果啦哈、哦，这个红萝卜啦，这个香蕉啦也可以，哦，这个甜椒、青椒，这可以生吃嘛哈、哦，用果汁机把它打下去。然后把它这个锁起来，锁起来之后呢，它这个跟空气隔绝嘛，哈，不会氧化，它不会氧化。你到时候，哎，差不多了哦，快要十二点了，快要日中了。我们这里日中到一点呢，一点应该有时间吃饭吧？到一点呢，台湾到。差不多到十一点多，十一点半过去，最多到十二点多，要吃完来不及。我们这里应当可以。如果你不行的话，这一杯喝下去呢，大概不用几分钟就喝完了。早上我们吃正食嘛，所以也不太会饿了。吃这一杯营养的这个果菜汁，那一天我们就可以过去了。明天还是这样子，
去体会嘛。如果今天体力太差了，你需要加什么呢？你就加坚果类嘛，加坚果类，用坚果类一起打，它热量充足哦，应当可以没问题。一个月斋戒啊，应当没问题。注意营养啦、啊、你不要这个都不注意营养，那体力不支啊。注意一下哈、这个水果、蔬菜跟坚果加在一起打汁，我们喝的时候很快就喝完了，不耽误你工作的时间，不会。那也可以呢，这个好好吃斋戒啊，很欢喜哦，有欢喜之乐哦。大方广十轮经卷三，何者是不威仪根本戒法？哦，若比丘故云犯根本罪。若耶婆塞、耶婆夷、邪淫以及呢夜六斋日故云呢、啊，三常斋月故云呢、啊，也是会犯根本罪哦。我们要注意哦。故杀凡夫人犯根本罪，我们通常说杀人呐、啊，杀人犯重罪嘛。不依取而犯，哦，不依取。啊、不以而取犯根本罪，偷盗满乳钱，满乳钱犯根本罪，故大妄语犯根本罪。以此四根本中，若犯一罪，一切比丘所作法事悉不听入。这是比丘的戒法了，何以名为根本重罪？若人只要是人，不必讨论你有没有受戒啦，那我不要受戒啊，应当没事吧，不要受啊。哎，这个知见是很错误的啊，只要你是人，你都不要犯道。有性罪吗？性罪跟犯戒罪啦，你不受戒只是没有犯戒罪而已啊，性罪仍然存在啊。有戒的时候啊，至少呢我们能够摄心啊，让我们的身心呢安住正道，深信因果，要深信因果。只要是人，若人作如是行为，身坏命中，堕于恶趣，决定堕落啊。作如是行，做如此的行为是恶道根本，堕落恶道的根本、啊、淫道杀妄，这四条是堕落恶道的根本，是故名为根本罪也。若有众生犯四重禁，非佛弟子，很明白的、哦、不是佛弟子哦。为什么入魔界故了？经典中说入魔界了，魔王的魔入于魔界了、啊、他不是佛弟子。破戒退魔，罪三六道，不犯根本者，我是彼世尊，彼是我弟子。很明了啊，不要毁犯根本戒。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他的世尊，他就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我们还很清楚哦。他根本戒法呢，他不论你的心哦，你是下品烦恼心、中品烦恼心，你只要犯了，就不是佛弟子，这是根本戒法、哦。不犯根本者，我是彼世尊，彼是我弟子。随顺我语，随顺佛陀的言语啊，就是供养佛嘛，孝顺佛陀啊，孝顺三宝啊，就是持戒。安住佛法，何以故？是根本戒守护一切正法。哦，这个重点哦，这是根本戒啊，守护一切如来正法。
是根本界没有了，佛法没有了，没有佛法了。他是守护如来正法，有这么重大的关系啊。是故名为界根本也。如是善学是根本界，声闻辟支佛圣无上大圣，就菩萨啦，菩萨修无上大圣嘛，皆依止而安住，都是依止是根本界而安住，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亦因此而成就。所以是根本界很重要啊，要注意啊，不能毁患啊，忏悔不容易哦。第二，犯增上戒法，犯到增上戒法，犯往十众。第五，沽酒。第六，说次众过。第七，自赞毁他。第八，迁徙家毁。第九，嗔心不受毁。第十，谤三宝，名为菩萨增上戒法。论到烦恼心呢、啊，你的烦恼心是重还是薄呢？论到烦恼心，轻薄或者厚重来分判上中下品，不是是根本哦，不要搞错了、啊。忏悔灭罪，如同菩萨戒结摩文士。菩萨若用上品禅犯，即名为舍，失菩萨戒体。亦云应对世人生忏，于宪法中堪任更受，非不堪任。他犯了重罪之后呢，失去菩萨戒体，在宪法当中，在现世当中呢，他堪任更受菩萨戒。他不需要建好像啊，差别在这里啊，不需要建好像，只要对僧伽忏悔之后堪任更受，非不堪任。堪任向比丘僧伽世人以上忏悔之后，然后呢，他还要发菩提心呢、啊，重新发菩提心，堪任更受。现在要解释哦，菩萨若用上品禅，上品者极重烦恼，极为重大的烦恼。我们看左上角哈，左上角上品禅，若诸菩萨毁犯四种他胜处法，烁烁现行，多无惭愧，深深爱要，见是功德。当知说明上品禅犯，这是后面的六条戒才论到上品禅，前面不论哦。若诸菩萨以上品禅，禅这个字啊，又名烦恼，也称作烦恼啊，烦恼禅。讲到上品，瑜伽师地论卷八，云何烦恼上品相？什么是烦恼上品的相貌呢？为猛力相。所谓烦恼猛力的相貌，它本有的习性当中，串习贪嗔痴等烦恼，极为猛力。它由于猛力的贪嗔痴烦恼故，虽知是事所不应为啊，虽然了知这个事情啊是我所不应做的啊，但是呢，被烦恼缠缚啊，逼迫啊，心不自在的缘故，而犯重罪。心不能自在啊，被烦恼牵去了，你呢，制服不了他呢，心不得自在啊。这是烦恼上品猛力的相貌，以及由众相。
烦恼尤其重大的相貌。所以呢，《从智毗尼》第一卷解释说呢，上品者极重烦恼也。说到上品的情况，极为重大的烦恼，烦恼猛烈，尤其重大，是谓上品烦恼相。《瑜伽师地论》卷八，硕起现行，故名为禅。猛烈尤重的烦恼，硕硕的升起现行，所以叫做禅。被猛烈尤重的烦恼缠缚，屡次的升起现行，名为上品禅。在四十卷《瑜伽师地论》卷四十，若诸菩萨毁患四种他胜处法，哪四种呢？自在毁他、迁徙财法、称不受毁、谤乱正法，这四种。毁犯这四种他胜处法，不是四根本哦，不是杀盗淫乱哦。烁烁现行，多无惭愧。屡次的升起现行造作，常常这样了、啊，都没有惭愧心。深深爱要见识功德，在内心深深的升起爱要，他的见地认为这是功德。这个爱呢，就是意乐，爱就是意乐了，我们心意里面欢喜的了，意乐，自心欢喜，乐呢就是加行了，加行，安住其事，爱其恶恨，乐其恶恨的方便，对于犯戒之事呢，深深的升起爱要，自心欢喜。安住其事，第一个自赞毁他，我自心欢喜啊，我毁坏他人的名誉，自己感觉很快乐。我在大众中呢，自我赞叹，怎么了不得啊？心情快乐，这就是深深爱要。第二，迁徙财法。有人来向我请问佛法，向我求财，我呢，这个菩萨呢，悭贪吝惜，没有布施了，我的财物呢，还在我这里保留着啊，自心欢喜，不念到众生的苦啊，心情快乐。你来向我求法，我呢，我不肯告诉你，我不能告诉你，怕你胜过我。我将这些微妙的佛法呢隐藏起来，只有我知道啊，你们都不会。我的心情快乐，就是深深爱要，嗔不受悔。你来向我求忏悔，我发动嗔怒心呢、啊，不肯接受。感到很快乐，深深爱要。说相似的佛法，这个菩萨呢，讲相似的佛法呢，毁谤扰乱正法，见识功德，我的见地呢，对如是他胜处法，绝为功德，认为它就是有利益的功德，这就是呢。上品禅的相貌，若诸菩萨以上品禅违犯如上他胜处法，失律戒，就失去菩萨境界律仪，应当更受。如论所说呢，应当更受菩萨戒，而不要忏悔呢？要啊。忏悔之后呢，重新再受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有这么解释了。而且呢，幻往何处也有解释哦，维益大师也有解释说呢，失戒重罪堪任更受者，须向众生悔过重受，他必须要向比丘僧忏悔罪过，重新再受戒。
假设有烦恼毁患极重罪，向诸僧伽作忏悔已，由于啊利益诸有情的益乐，发菩提心啊，重新发菩提心，由清净的益乐呢，应当更受。言更受者，回为两次，不止两次而已了。往前出受，说后明更，对望前面最初受菩萨戒，说呢，后来再受叫做更受，不是唯独两次而已，就是上品禅的幻象。若用软中品禅回换，不舍菩萨境界律仪，应如法发入忏悔，回复戒体清净。这里讲到换增上戒法，就是我们换往经，换往经呢，这个后面的六条都是属于菩萨的增上戒法。今初色有违犯，左上角影印的部分，色有违犯，即应如法积极毁除，令得环境。假设菩萨有所违犯呢，以犯戒的行为，就应当如法很快的忏悔灭除犯戒罪，指令很快的还复清净的戒体。有犯不悔，则日夜增长罪恶，故应积极除之。欲除其罪而不能如法，罪亦不除，故先戒令如法也。譬如净衣偶处污秽，数以灰水洗完，乃可还净。不用灰水，锈气不灭，停待十日，锈气亦难除矣。所以我们呢，学习菩萨戒法，首先呢，就是确立正知见，要有正确的知见呢，不然呢，我们的心呢，总是随顺我们的烦恼习性，认为这个没关系啦，无所谓啦，也不注意它。从这里呢，就是我们懈怠放逸的开始。你前面这个地方放松了，啊，后面的就是呢，一天过一天的了，不会积极的学习，好像扫地一样。我们刚在学的时候呢，这里扫干净了，我们的桌子擦干净了，哎，地上还脏的呢，继续会努力哦。前面这里扫干净了，哎，旁边前面还有脏的啊，继续努力啊。就是呢，不要放逸。假设菩萨有所违犯，就应当很快的忏悔灭除，令得还净。有犯不悔呢，菩萨有犯戒罪不肯发入忏悔，则日夜增长罪恶，今夜复长，昨夜辗转复长的罪恶，日夜一直在增长，故应积极除之。所以应当很快的忏悔灭除，欲除其罪而不能如法。菩萨想要灭除他的犯戒罪，而不能如法忏悔，罪亦不除哦。犯戒的罪业也不能除灭，故先戒令如法也。所以弥勒菩萨在这里啊，首先告诫，使令要如法忏悔。经过学习了，如法的忏悔。譬如净衣偶处污秽，譬如一件清净的衣服啊，
偶尔呢碰触到污秽哦，速以灰水洗碗，乃可还净。很快的，用灰水来洗涤啊。我们现在用肥皂，乃可以还复清净，不用灰水，秀气不灭呢。不使用灰水呢，这秀气啊不能除灭。停待十日，秀气亦难除矣。停顿不马上洗，等待经过一段时间呢，臭气啊也是难以灭除的。所以菩萨于诸学处有所违越，应如法积极毁除，令得还净。接着二别是二忏，又分两科，初对手忏，二自是忏。初对手忏呢又分两科，最初说明所对之人，二明忏法差别。今初说明所对忏悔之人，如是菩萨一切违犯，当知皆是恶作所摄，应向有力，于于表业，能觉能受，小圣大圣五特切罗花露忏悔。这一段于且菩萨戒本跟这个地持菩萨戒本跟我们梵网经菩萨戒本有没有关联啊？有没有关系啊？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呢？有没有太离谱了呢？我们不是要讲梵网经菩萨戒本吗？怎么讲到这个菩萨戒睫毛纹饰去了呢？有关系啊，还有关系哦。这个我们娑婆教主啊，德界和尚是谁？对呀、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哈。那睫毛阿舍利是谁呀、啊？文殊师利菩萨。教授阿舍利是谁呀、啊？弥勒菩萨。教授阿舍利讲的呢，他怎么会跟这个梵网戒本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我们梵网戒本呢，只是说呢，犯到轻垢罪。在瑜伽戒本呢，又分两种哦。哦，染污起、非染污起，故作跟误作了，又分成轻跟重。故作呢，要对人忏、对手忏；误作呢，要责心忏。又有这种分别哟、哦。三种戒本，那后面会提到，也有人问到了，问到这个问题。三种戒本，再加上呢，优婆塞戒经四种，那我们诵戒怎么办呢、啊？他问这个问题，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大家呢都受这么多戒呀、啊，不晓得要诵什么戒本哦。那我们这一份讲义里面有提到这个问题，有提到。等一下呢，回答问题的时间，我们再来说。所以这里呢，跟我们日后的修学有关系。不是说呢，你受了梵网经菩萨戒，你就不用学瑜伽戒本，不是哦，不是这样哦。你受了瑜伽戒本，你就不用学梵网菩萨戒，也不是啊。为什么呢？他都是我们的德界和尚教授阿舍离说的啊，不会互相乖违啊，不会的。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了哈，所以不要觉得说啊，我们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呢？有关系哦，后面提到就会知道哈。如是菩萨一切违犯，我们讲到这里。一切违犯呢、啊，
空执此中四众，于伽戒本第十戒本当中的四众，自忏悔他迁徙财法，称不受毁谤乱正法，以及戒本当中四十一轻戒或者四十三轻戒来说的，对于诸学处菩萨的一切违犯，当知皆是恶作所摄。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戒法通于七众，所谓一切违犯呢，均名恶作，身业的恶作，口业的恶说，两种。但有可悔不可悔轻重的差别而已，应当了知，都是身业恶作、口业恶作、恶说呢所说的，应向有利。受忏呢，要具备的缘，应向着有自力，结于了解你说的话，于表业，于表意，于表业呢，能觉能受，小圣大圣补特伽罗，补特伽罗呢，大般若经的音是，就是梵语的意思，梵语也，梵语补特伽罗，此云索取去，树木的树呢，人数的数呢，念作索。取取作的取，去向的去，索取去，此方方为索取去，为索索往来诸去也。索索的往来六去，还在人间修行的出家大小圣比丘，对于语言表达业的体性，能够觉知了解，能够传授。能够接受忏悔的小圣比丘、大圣菩萨比丘，叫做小圣、大圣补特伽罗，向其发怒毁灭，忏悔灭罪，依靠菩萨毁罪之法呢，发怒忏悔灭罪。偶主的解释，一切违犯呢，哈，这里讲过了。做菩萨戒呢，必须大圣的法师啊，忏悔呢不拘束小圣比丘或者大圣比丘者，什么道理呢？因为小圣的比丘也是住持僧宝，堪可为菩萨来灭罪的缘故啊。若诸菩萨以上品禅啊，毁犯如上他圣诸法，须思虑戒，应当更受。如上他圣处罚，即指回迁称谤世界而言之也。故虽失戒，犹许更受。若犯杀盗淫妄，则须求见好相。这里讲得很明白哦。假如我们犯到了杀盗淫妄四根本重罪啊，要求见好相哦。就不是呢，向僧伽忏悔了哦，不论到烦恼心了哦。第二，忏中品禅犯，若中品禅违犯如是他圣处法，应对于三补特伽罗或过世数，应如发怒除恶作法，先当称述所犯是名，应作是说。长老专制或言大德，我如是名为月菩萨毗那耶法，如前称是，犯恶作罪，于如必除发怒毁灭恶作罪法，应如是说。也若是中品禅违犯如是他圣处法，自忏悔他。迁徙财法，称不受毁谤菩萨障，应对三补特伽罗，应当对着出家菩萨比丘三人或小圣比丘三人。
我们先休息吧，先休息。